大小姐，现在午休时间了，我们出去吃个饭吧。今天是我在你爸面前扳回一城的好机会，我可不想放弃。这样哦，我想到了，我跟你说。谢谢。好香哦！你确定你爸爱吃这个？哦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全台北就只有这家马马虎虎哦，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嗯吗？除了他自己做之外，这已经是他说过最好的赞美了。那我拿进去喽。哥，你们一定饿了吧？听说这间很好吃，你们吃吃看。谢谢。队长，你也别客气，吃一点嘛。我习惯工作完了再用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让我跟总经理？啊，对啊，丹峰，先让我们聊一下，待会我们再吃。好，抱歉打扰了。小姐怎么样？牛肉绝命的战术有用吗？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。啊，没用哦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从长计议啊。先吃饭。走走走。我不饿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真的不用一定要讨好我爸开心吗？你爸到底不喜欢我哪一点呢？是因为我太胖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很可爱。只有你这样觉得。我只有我喜欢你就够啦，所以你真的不用这么在意我爸的反应。你是我第一个交的男朋友，我当然希望你的家人也喜欢我啊。哎呦，快点帮我想一下，你爸还喜欢什么了？这家一定是开宇告诉丹芳的。这家还可以，你吃吃看。怎么了，队长？开宇这小子啊，什么都不错，工作认真。也还算孝顺，就是这胆子小了点儿，而且也太天真了。你看长这么大了啊，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。当初他要到你这儿来工作的时候，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他到这儿来训练一下胆量。其实我觉得他挺有担当的。哦，是你亲眼看见的，还是丹芳告诉你的，还是你为了让我开心这么说的啊？这个呢，我就不方便透露太多，让他自己告诉你吧。他大概以为我还不知道吧，到现在还不敢讲，怕我生气。他大概那一天你们家丹芳到家里来啊，我就知道了，看他们两个就像长不大的孩子。丹峰在我们家里被照顾得很好，我爸妈也很疼他。那看起来我们有相同的烦恼。就让我来磨练磨练他们的胆量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不会吓到他们。我想丹芳应该是会欣然接受吧。可以啊，就让队长来安排。
还叫我队长？别这么生疏啊！公事谈完了，轻松一点，啊，叫得亲切一点，就像以前叫我什么？葱油饼杯杯。对呀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啊，有人味儿，而且更像我。我记得这个绰号，还是单方小周先开始叫的，他现在恐怕都不记得了。嗯。